瞬间儿子就听不见了，哎呦，怎么等着那水也出不来，我都准备上医院了。后来一动会儿，可能那个从那耳膜里把那个水给流出来了，然后后来吓着我啊、嗯。后来我爸还来句骂说：“你自己看着点儿，让我们小宝那就拿。”你说你自己不注意。后来我说老爸，好像我才是你亲生的吧？哎呀，护小宝护的厉害极了。现在皮子出了圈，心眼还多了，你看现在小话一套一套的。